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根红啊，很高兴为大家介绍这个我们新的电影《天台》啊。先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我是《天台》的监制，根红。对，相信大家对我也非常的熟悉啊。我们接下来先访问一下这个柯有伦好不好？因为他在我们戏里面呢，也是演了一个非常讨喜的一个角色。哥，我非常开心啊，可以拍这个电影《天台》。哎，我觉得我在戏里面角色好开心啊，每天都嘻嘻哈哈的，跟浪子高这样。那你在戏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好玩的啊，打斗的这个镜头呢？有啊，就跟浪子高一起这样嘻嘻哈哈的，每天这样子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后面是不是康哥啊？哎，你们在干嘛啊？没有，康哥，我们在那个讲那天台的电影啦。是哦，我也买了200张要请我的朋友去看呢。真的假的？你康哥，你真的买了200张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太好了！那我们真的要好好带这个所有的亲朋好友去观赏一下这部电影了。对呀、这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就你们呢、你呀、Alan 啊、Darren 啊，还有杰伦嘛。哎，可是怎么没有看到杰伦呢？他好像还在宣传啊。哎，怎么放在这边？挡路嘞！喂，你在干嘛、喂，哎，怎么会有方文山在这里呢？对啊，方文山，哎，文山你在干嘛？分四三桥，是不是好不好？你是不是要到我们天台，到我们戏院去好好支持一下呢？好不好，文山？那听说你最近呢，是不是也在拍一部新的电影？所以我们这几个人去客串一下，好不好？客串是不是可以啊。好，比方说我可以演这个大只佬哦，这个康哥是不是？康哥也可以演一个啊，比方说你的康哥有演，哦、他有演是不是？那太好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好，我总要为了表现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不好？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盲人歌手？谁呀、叫史蒂夫·汪的，有点年纪的才知道，黑人盲歌手。我知道史蒂夫·汪的，来，他们家有一台钢琴，他的黑键是镀金色的。然后他的白键是镀银的，你有看过吗？抱歉，我没看过。你看过吗？我讲没关系，他也没看过，是不是非常的无聊？各位观众朋友，好笑啊！我觉得还蛮好笑的。讲笑话呢，是不是觉得已经好像已经上手了？感人了，感人了。所以文山，我们去看我们电影了。当然有看，我首映就去看了。太好了，我自己在里面都有写歌了，开玩笑。文山写的哪首歌？对了哈，对。我写了很多歌，我也忘记了。我是 Darren 啊，好，那是文山，对啊，然后这位是姚，我是康康，那这位是柯尔文，大家好，我是柯尔文。天台大麦，大家一定爱，一定爱， okay, 好不好？也押韵哦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天台大麦，大家一定爱，爱 ，OK， 爱，好 ，OK， 好了，谢谢文山，他非常的忙，我很忙哎，开玩笑。天台人就算平凡，还是可以过得很平凡。7月11日，全台早场起，详情请洽天台粉丝页。